原标题：俄军苏-20气飞行员驾机，硬生生挤走美军战斗机。日前网上流传一则据称是来自俄军现役苏-20气批战斗机飞行员的投稿视频。这则全长41秒的短视频记录了俄军苏-20气批战斗机飞行员在波罗的海上空血性逼退美军 F-15Z 战斗机的惊险场面。俄军苏-20气批战斗机击走美军 F-15Z 战斗机过程 JIF-10S。 这则短视频没有交代太多的背景信息，大体情况是一架正在执行波罗的海空中警察任务的美军 F-15C 战斗机在波罗的海上空遭到了两架俄军苏-20气批战斗机的拦截，其中一架苏-20气批战斗机在拦截过程中使用极其危险的近距离空中机动跟美军 F-15Z 战斗机来了一个下马威，令后者不得不进行紧急机动来远离俄罗斯领空。俄军苏-20气批战斗机击走美军 F-15C 战斗机全过程，只见这架苏-20气批战斗机从内侧突然接入，然后用一个快速半滚转动作靠近美军 F-15Z 战斗机。从远处看，这架苏-20气批已经非常接近 F-15Z 战斗机，俄军苏-20气批动作之剧烈，仿佛能让我们听见当时美军 F-15Z 战斗机飞行员骂骂咧咧的 WTF 和一个紧急规避半滚动作。在视频的后半段，这架苏-20气批战斗机一直将美军 F-15C 战斗机逼到了天边，而进行拍照取证的另外一架俄军苏-20气批战斗机则拍下了全过程。